今天是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我们继续，首先学习二课和解。二课和解已经讲到蒙山施舍这一部分，然后我们来回答问题。请各位合掌，我们共同一起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讲到破地狱真言，安切拉地耶娑婆诃。下面是一些问答。首先问：彼彼造业，彼彼自受，而无观智，岂能破彼所造？答：经云，心佛及众生等三无差别，佛遍法界，我于众生之心亦各互遍法界，则彼彼造业受报，皆在佛与我心中，皆于佛，皆在佛与我心之中，暂不相离。若我诵时佛咒交光，何独破于地狱，且于十方六道一时俱得清净矣。佛教里边有很多的秘密，本来是没有任何秘密的，什么秘密都没有，但是由于众生不了解，没有开悟，没有智慧，所以就成为了秘密。好比说，为什么有轮回？为什么能够度一切苦厄？因为众生有无明，有执着，不知道本来没有轮回，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有了生死轮回。生死轮回是假的。所以解脱也是假的，没有轮回为什么要解脱呢？像这些问题完全不是秘密，经里边说得很分明，我们也经常诵，诵过去以后没有深入思维，过去就过去了。好比心经里边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天天诵诵得很熟。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烦恼。烦恼是什么？就是轮回，就是生死。告诉你没有，早就告诉了，心经里边就告诉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无明要尽的问题。没有无明尽什么呢？也没有老死尽什么老死呢？为什么？再问，一直问，问到底，这就叫参禅，就能开悟。因为根本就没有众生，没有自我。金刚经也非常分明地告诉我们，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并不是没有这个表面现象。因为众生有无明，有执着，这个表面的假象还是现出来的。好比说，我们下午讲，我们用金子做了一尊佛，我们用金子做了一条狗，我们用金子做了一个少女，或者我们用金子做项链、耳环、手镯等等其他的物件，什么都可以做。那么我们众生就在这之中进行分别，这是一尊金佛。
可不能亵渎啊，要恭敬啊，可以礼拜啊，对吧？那是一条狗啊、哦、狗很漂亮，但是是畜生啊，多可怜呐、啊、应该渡它离开畜生道啊。啊，少女你看以后长大很漂亮，可是呢将会有很多的烦恼，我们人都会这样去想，这样分别。可是他们是用金子做的，本身就是金子，你做什么都没关系，就是金子，没有那么多啰里吧嗦的事情。众生也是这样，众生都具有真如佛性，真如佛性就像金子就是金子一样，就是这个道理。拿这一真如佛性可以做畜生，也可以做少女，也可以做佛。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六道众生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做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唯心造。修行就是你自己决定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个决定是自己可以做的。要做你就得真去做才行。好比说你要成佛，那你就得修佛行。佛行是什么？就是佛所有的戒律，戒律是佛行。佛有无量的神通，为什么有神通？因为佛有禅定还有智慧，所以我们也要修学禅定和智慧才可以。这好比说是金矿石需要经过提炼锻造制作以后才能做成纯金的金佛像，这需要一个过程，首先需要提炼，需要从矿石里边把金子提炼出来。如果矿石的话，纵然这块矿石很美妙，表面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很好看，它毕竟不是纯金呢，它不能打造什么物件。所以众生就像矿石一样，矿石里边本来就是有金子的，但是不把它提纯以后就没有金子的大用。佛法里边呢，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为如果不懂，佛就会打比方，一打比方我们就能懂。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佛法最根本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以为有多复杂？佛法没有多复杂，就是人们不肯舍弃世间的思维，不肯用佛所教的思维去想问题，一直都在向上进行分别啊，这是一条狗，那是一个少女，或者这是友情，狗和少女都是友情啊，项环、项链、手镯、戒指，这些都是无情，他们没有生命，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其实你这个身体到底是什么？身体其实是无情，它不是有情。如果所谓的灵魂离开身体以后，这是一个尸体啊，这尸体不知道痛，不知道痒，也不知道生气，那它就是物质，纯属物质而已。所以佛法特别的有意思啊、哦，我们不敢用特别的好玩这个词啊，但是特别的有意思，这个可以用，因为它有无量的意思，就看你怎么去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提出来说，众生各个造业，你造你的，我造我，他造他的，那么各个应该自己受报，我们平时都是这样讲的。那现在呢，教我们念破地狱真言，那我们的智慧怎么念了以后能够破他们所造的恶业呢？怎么能够用地狱，用这个破地狱真言来使地狱的众生得到利益呢？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呢，要把其中的道理给我们说清楚，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念佛，我们为什么要持咒？因为它有作用，并不是没有。这里首先引经据典，说经中所说，
这是《华严经》里所说的，心佛即众生，是善无差别。法界所有的众生和我们心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人他没有独立性，无我吗？我们下午一直告诉大家无我，无我是个事实，是个真理，是因为众生颠倒迷惑，认为这个身体是自我，认为自己能知能觉的这个心是自我，其实都不是，没有自我。为什么？因为因缘所成的法它不具独立性，而且无常变幻，一直在变，你根本抓不住它，哪有什么自我？自我应该是恒久不变的才叫自我，变来变去的，最后而且变没了，变光了，因为人死翘翘了啊，身体也不能用了，烧成灰了。烧成灰是为了干净啊，不污染地球啊。如果死人都不死，都不这死尸都不坏掉不烧掉的话，都摆在那里，那麻烦了啊！从古到现在，那地球摆满了啊，光剩死尸了，什么也干不成了啊！所以死尸必须烂掉，必须烧掉啊！你把它放在那里，自然也会烂掉，不用担心。至于说心呢，心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念念牵流变化，你也抓不住它，它也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物件，它也在每时每刻变化，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哪里有什么自我呢？没有。既然没有，都没有自我，那是不是平等啊？是不是大家都一样？通通都没有自我，通通都本来就解脱，通通本来就没有烦恼，当然个个都一样，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在假象上说我们和其他的众生就是一个整体啊，互变，就像屋子里的灯光，开一盏灯照遍全屋子，再开一盏灯还照遍全屋子，而且这个灯照那个灯，那个灯也照这个灯，屋子里你就是点上百灯千灯万灯再多，它也是互变互融互照。我们和其他的众生都有互相的来往，在物理上来讲，这个场物质都是互相贯通的，各是各的，但是又互相贯通，很微妙。如果不贯通，大家怎么交流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离开其他人而生存，甚至不能离开其他众生而生存。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存活呢？就算你能活，你靠的还是过去人类留下来的文明。如果没有其他人，就你一个人，你连一只野兽都不如，因为野兽它有比较好的生存能力，而人没有。如果没有这个文明的社会，没有这个文明的这些建筑施设，一个人他怎么生活？太困难了，还不如野人呢。野人还知道怎么生活，那文明的人离了文明以后就不好生活。所以这个地球啊，已经遭受过无数次的灾难，人类的文明也被毁灭过无数次。为什么？因为文明的进度他赶不上破坏文明的这些道德堕落，最后呢，人自己的贪欲把自己就消灭了。现在这个灾难又快来了，虽然不是完全耸人听闻，但是已经能够看到很多事实。众生有难，佛菩萨一定会救度。因为佛菩萨发的愿就是为了救度众生，众生接受不接受救度，那是众生的问题。佛菩萨肯定发大誓、发大愿，一定要度众生。为什么能够度众生？因为互相之间有感应，
有沟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这里说话，你仔细的体会，你的身体一定和声音的频率在震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其他的声音，像现在的雨声，你为什么能听到？因为你耳膜和它们发生共振，你有多少的声音它都会引起一个共鸣。其实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引起共鸣，并不是指耳膜上面引起共鸣，有共振，但是我们就是在听声音方面呢，耳膜这方面比较精微，比较灵敏，其他的身体就差一些。所以如果人有了一定的定力，在修神通的时候没有耳根，同样可以听声音，因为身体也在震动，也可以收到声音的信息，没有任何问题。乃至于我们起心动念就会发出不同的脑电波，那定力很好的人，修了神通的人，他同样能够感受到，所以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叫他心通。所以这里讲，我与众生之心亦各互变法界，则比比造业受报，皆在我，皆在佛与我心之中，暂不相离。大家都是互相沟通的，没有独立性。我们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好像各是各的，但是一定是相连在一起的。本来我们大家就坐在一间房子里头，怎么能不相连呢？啊，用地板连着，就像我们的左手右手用身体连着一样，大家互相都连在一起。乃至十方世界都不可能有一个微尘独立出来，离开十方世界能够独立出来，它往哪独立呢？没有，它不能独立。所以佛菩萨一定可以和众生互相交流，当然可以帮助众生。当众生有难的时候，佛菩萨就像镜子一样，立刻就照见了，只要你求，立刻去帮助你，你不求那是你的事啊。佛菩萨不会乱帮助人，有求才帮助，没求算了。所以若我诵时佛咒教光，我们念咒的时候，咒的力量和我们诵的心力就合在一起了。因为这句咒它是诸佛修了三大阿僧七劫以后凝聚的力量，念出来就有用。好比小孩碰到紧急危难的时候都会叫妈妈啊，甚至大人说话当中也叫妈呀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妈妈最疼爱你，从小你就形成习惯了，碰到危难的时候别人未必帮助你，妈妈一定帮助你，所以就会叫妈妈啊。我们碰到危难的时候叫佛菩萨救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佛菩萨比妈妈本事可大多了啊！只要你叫他立刻得救，怕的就是你不肯叫我。所以呢，现在教大家多多的念佛，多多的念菩萨，到了关键时刻那可就起作用了。没有体验你不会相信的，有了体验你一定会相信。尤其当你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件事，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啊，你是回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你就喊观世音菩萨一定救你。观世音菩萨不分这个啊，修到那种程度的话，普度一切众生，只要你能把名字喊出来就可以，立刻就有奇迹出现。怕的是你不相信，你也不叫，那没办法了。所以不单地狱可以破，地狱众生可以救，其他十方六道众生
都可以应时得到解救，所以咒语它不是没有功能作用的。另外，持咒的人要想效果好，要通过持咒以后修出定力来，那效果就更好。所以有的时候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啊，有修行的人呢、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具体的修持方法。好比我们教大家念佛修出定力来，有了定力，这个定力可以用在任何方面，持咒的时候就非常有效果。至于效果好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修到什么程度。你要修到好了以后的话，这个定力呢就是工作能力，想干什么都行，就会出现种种的奇迹，那是我们一般人不敢想的。当天眼第一的大弟子阿耨罗陀，他本来眼睛瞎掉了，后来佛教他修光明三昧，他修好了以后看三千大千世界，好比说我们整个银河系，他就像看手中的一个水果一样，想怎么看怎么看。哦，那些大阿罗汉的神通神足通，想到哪里一起心动念就已经到了，没有障碍，没有间隔，太多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见了？因为没事儿不愿意给你做表演了，表演了你也不学了。现在人的这个根呢，跟过去不一样了，怀疑太厉害。你如果修这些事情，你有一念的怀疑都不能成就。所以先修定力，修好了再说，否则的话说什么都白搭。下面讲这个八大地狱啊、我们这八大地狱呢，先说的是八热地狱。第一等活地狱，第二黑绳地狱，第三众合地狱，第四叫唤地狱，第五大叫唤地狱，第六炎热地狱，第七重热地狱，第八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众生在地狱里受苦，他没有间歇，前面的七种还有间歇。无间地狱就是没有任何间断的时候啊、所以那个造忤逆十恶或者是诽谤三宝的话啊，大妄语等都会下地狱，下的都是无间地狱，因为罪太大了。下面的文字看一下，此八狱在阎浮下重垒而筑，前二有主制，四三少主制，后三无主制，八位根本各有十力，十六由增，连根本成136狱。狱中火力甚烈，如方丈时着地狱着狱火中，即时消融。若人间火至一小时，终不能消。就是说，它的温度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把一块大石头扔到里边，就像雪片扔到红炉里，马上化得一点都没了。而世间我们一般的火是化不了的，特殊的火可以化。一般我们在炼铁的烧铁的那炉子里面，你扔一块石头，那石头还在那里，没事。可是如果你把石头扔到铁水里边，那样消融铁的红炉里边，那也可以把这石头融化了，并不是不能。地狱里边的火太可怕了，就一直烧，烧死了以后夜风一吹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呢再烧，然后又烧死了，烧死了以后由于你的业力呢又活过来，然后又烧，没完没了。所以
不能造地狱业，造了地狱业一旦下去时间特别长久，再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下面呢再看普昭请真言，诵此咒时观想十方三途六道一切众生成佛微光，一时同来道场。南无步步地利切多利，切利多利大多切多也，大多业多也啊。南无步步地利切利多利大多业多也。普昭请真言，普遍也，前即破诸地狱及诸业道居尽，则地狱业道当处解脱。恐行人观念不精，不能识彼应招而来，再宣神咒，普昭法界最苦众生寻光即到道场。道场每天晚上做完课都念这些咒语。怎么样让众生得到利益呢？如果不念咒没办法的，好比恶鬼不念咒，你把东西放在他跟前他吃不到的，必须开了咽喉，念开咽喉真言，这恶鬼众生呢才能够吃到你布施的东西。地狱众生也是这样，你先破地狱让他们能来，不破地狱他怎么能出来呢？不可能。出来以后还要念普昭请咒真言呢啊，真言就是咒啊，再来下一步救度他们。下面也有一个问题问，十方三途远隔无极，何能令其应召即来？有很多的问题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秘密在哪里呢？在众生时间距离通通没有真实性。为什么能有神通啊？神通就是我们思想本身有障碍，这种所谓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我们灵魂深处，没有解开这个结。虽然我们知道是空，但是我们没有证到空，这个要通过修行把我们的邪知邪见全部断掉，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我执由松动然后断掉，才有可能比较好的修这些大神通。为什么能有神通？因为本来就没有障碍，时间和空间都是假象啊。下面答：自心他心本无远近，因迷有隔，金帐加持咒力，感佛威力，普令十方俱成妙境，无远近相，故令一招即到。好比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这里相隔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是多大呢？一个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都比较渺茫不知道。再说的具体一点，好比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银河系，这银河系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在的这个娑婆世界，这就有一点概念了。哦，太阳系和银河系相比，在银河系边上小小一点点，几乎快看不到了，这是太阳系。太阳系当中又有多少大行星？因为过去说七大，以后增加两个九大，现在又有新的了啊，又新发现了，可能不止十个啊，弄不好个十三个。因为科学发达了，又发现了还有其他的行星。地球只是众多行星当中的一颗而已，小得不得了。地球如果和太阳相比，就已经小得没法比了。那太阳要和其他的大恒星相比，它是一个小小的恒星。
大小其实也都是假的，因为它是比较而存在的。那我们到极乐世界，虽然当中搁着像十万亿个银河系一样这么大的三千，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到达的速度有多快呢？经里边说，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莲花给阿弥陀佛顶礼，头顶下去抬起头来一看，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另外的地方说，像壮士身屈身必请，哦，就是说很快就到，马上就到。为什么？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其中的道理就是时间它是假象，距离也是假的，它没有真实性。而这些为什么那么快？是因为用的是心的速度。什么东西超光速呢？心的速度。现在我们想太阳，这一想就到，它没有距离。我们想极乐世界，马上一想，极乐世界在脑海中就出现了，哦，它没有时间，没有速度，没有距离。说壮士身必请，说顶礼抬头就到了，这都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它多快啊，哦，这么来形容的。其实只要一想就到。因此超越我们所说的啊，坐什么宇宙飞船呐，啊，地级有宇宙速度啊，你就弄到第十宇宙速度也没用啊，只有心的力量能够达到。所以佛菩萨才有无量无边的神通啊，众生看了以后真是太神奇了啊，不用稀奇，自己修行最后也能达到。为什么？因为众生个个将来一定成佛。你说我现在就想要，很好很好，那你现在就开始修就对了。你要不修，那就是等于啊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把真如佛性这么好的东西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折磨自己，用来烦恼了，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啊。所以众生很可怜，本来跟佛都是一样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可惜的不得了。嗯，你要说众生没定力，哦，那一定有啊，定在烦恼里死活都不肯出去，你给他讲多少道理他就是不出去，他就是乐意轮回，就是乐意生死。定力大得很呢，啊，所以呢由于众生的力量也很大，所以佛菩萨要度众生也没那么容易，说想度就度了，必须是引导众生，众生自己修行才能转变，否则没有办法。佛不能替众生消定业，就像别人不能替我们吃饭一样的道理。由于感应到通过持咒感应到佛的力量，所以能够啊这样去破地狱恶鬼他们到来，然后帮助他们。大家注意哦，你要让人来就没有这么快。为什么说地狱和恶鬼可以来？因为他们的身体不像我们粗重的这个肉体，你找个畜生来，他也不会说你念个咒马上就来，就是对地狱众生、对恶鬼众生，这些起作用非常快哦。下面解冤结真言（括弧）：诵此咒时，观想六道众生，各成咒及佛力，无始冤结一时清净。安三陀拉切陀娑婆诃。从无始来妄起人我，广结冤仇，今恐比比以强凌弱而作障难，或忽现诸障，或足起不平，或因相见互起热恼，今仗加持神咒之功，比比无始冤结一时解释，互相爱敬，同来平等法会。我们人呢
自己没事的时候啊，就折磨自己。怎么折磨呢？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别人为什么要顺你的眼啊？对不对？就像人的口味一样，有的爱吃酸的，有吃爱吃咸的，你管得着吗？是不是？你管别人爱什么口味呢？你管别人长得顺眼不顺眼？你管别人有什么事儿呢？哦，大家都是爱操别人的闲心呢，操了很多心，操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折磨自己。而别人那个缺点错误未必就一定是缺点错误，很有可能是你误会了，你弄错了，很有可能。因为优点和缺点没有绝对的界限呢，它用在好地方，用对了就是优点，用错了就是缺点。像小孩子爱打游戏机，爱打游戏机把其他的学习放松了，家长就认为这是缺点。可是当你需要孩子帮忙的时候，他这个电脑的本事就能帮你的忙，他就是优点啊。要没有他，你还得找别人，别人未必像孩子那么尽心尽力啊。就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啊。我常说呢，一碗清汤喝着挺可口挺好，如果把它倾倒在自己的衣服上，一不小心哦，把我的衣服弄脏了，那么这就是脏的，就不叫清汤了啊，就把衣服弄脏了，就是这样吗？哦，所以没有什么绝对是和非。那我们眼睛老看着别人不对干什么？那是自己眼光有问题了啊，不是别人怎么样了，因为别人怎么样跟你没关系，你不要硬往一块扯啊。我们经常就是这样折磨自己，所以说烦恼都是自找的，叫自寻烦恼。那么这些众生如果来到道场以后，互相呢就看着不顺眼啊，那慢慢打起来了，因为这些都不是好人呐，就三恶道的众生，那仇恨心很强哦。所以必须念解冤结真言，让大家呢释怀啊，不要在这里折腾。这个咒一念呢有这样的力量，所以他们暂时就平和，来这里能够得到利益。我们再看下面是三啊，奉请三宝，后面有括弧，按咽口上半皆是结坛请圣身诸共事，下半入观音定后方破地狱，即招请六道幽魂。今闻先破先招者已出，唯心一计是其破处，即是道场故。诵时应响一切鬼神，一心长跪合掌，同音称扬圣号。不管怎么说，先请圣就是把佛菩萨请来。一般开大法会的时候都要请，好比我们受八关斋戒一定要先请。请来做什么呢？请来护持我们，护佑我们。另外呢，请来度我们，因为佛菩萨是要请的哦。就像我们要帮助人，你没事老往人家家里跑的话，人家烦你，如果他请你则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帮助人特别的不容易，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稀罕你帮他，不乐意让你帮哦。呵呵，你要说多了以后两个人还麻烦了，本来是好朋友可能撕破脸皮啊，你没完没了的劝他学佛，他跟你打起来了啊。不可以的，一定要请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等几年乃至十年十几年，他可能才会发生转变，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先请三宝，